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世界电视。台上爸爸们一字排开，认真的比手画脚做动作，台下不断的笑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大声加油。这是嘉联医疗网庆祝爸爸父亲节特别精心举办的爸爸当家红蓝对抗赛。8月4日星期六的艳阳天，在洛杉矶 Alhambra 市的嘉联奇英会员活动中心挤了满满的长辈们，大家除了被不断送出的大小礼物欢乐气氛所感染，也一站一站的接受 B 型肝炎、验血等等的贴心义诊，这些都是嘉联医疗网长期对会员长辈的感谢活动。再过几天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爸爸父亲节，那么嘉联医疗网呢，今天在这里我们的嘉联奇英会员中心为我们的父亲们特别庆祝快乐的父亲节。那今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我们其实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想要来推广一下我们坐落在 Alhambra 市的专属我们会员使用的奇英会员中心。那从一月份开始开幕以来呢，我们已经有5000多次的会员来参观这里，以及选择我们的课程以及活动那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很多很多的会员在学习欢乐中度过每一天那我们也希望还不是嘉联会员的您呢，也能来参观我们的会员中心，以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以及课程。嘉联医疗网欢迎持有红蓝卡的长辈免费加入会员，就可以在原有的健保计划中享有更多免费的福利。嘉联医疗网服务人员精通多种语言，能迅速有效解决客户在医疗保险上的各种问题。想了解更多细节，请致电嘉联中文专线626-943-6183。世界电视记者阿汉波拉士采访报道。